苏宁哥，你可不能早恋。诗音，你开下门，咱们说说话。诗音，你要是不开门的话，我就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诗音。阿姨，虽然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但王浩然这个人说的话绝对不可信。可是他妈妈说，他是个很单纯的男孩。据我对这个人的了解，他跟单纯两个字毫无关系。你可以去学校打听一下，问男生别问女生，就会知道他劣迹斑斑。这个臭小子，肯定是他把诗音给骗了。遇到这种人，引以为戒就好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谢谢苏念，你说的话，阿姨能听进去。季阿姨，要不等诗音愿意出来了，您再告诉我们一声。好，小雪，谢谢你们来看他。阿姨，您说的哪儿的话呀？那我跟苏年哥就先走了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，诗音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。阿姨再见。别想了，毕竟是他的事儿，再好的朋友也分担不了。我就纳闷了，诗音怎么不是遇到坏老师就是坏学生呀？苏宁哥，你可不能早恋。我跟谁早恋啊？我可听说了，有好多女生给你写小纸条呢，你又没有心动的。没有啊。那要是漂亮姐姐呢？我又看不见他们。啊？不在我眼里的人，好不好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行吧，那我回家了，拜拜。